雷欧聊世纪，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雷欧。今天要来看阿兹特克人对上维京人，这场比赛是花栗鼠国王杯二。这张地图是与世隔绝。好，那先来介绍一下青色，是我们的台湾高手克劳德，同时也是 TAG 的教练。克劳德这次选的文明是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最大的特色呢，是他的这个文明的村民哦，有这个所有资源量携带量加三的效果。所以让他在前期、中期、后期经济量都不会太差。那阿兹特克人的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呢，是他的僧侣，僧侣的血量特别多，好，这个血量可以高达95滴血哦。到了后期，那阿兹特克人呢，老鹰呢也是非常强大的。到了后期，点下金冠哦，龙冠战争可以让老鹰变成8+9老鹰哦，非常的强悍。他的工兵布线呢，算是稍微弱了一点哦，虽然没有3级的工兵铠甲，但他也是有强弩可以使用的。但没有拇指环的关系，所以用起来所以弱势一点。所以如果真的要克制对方的工兵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打一个战矛兵，因为他的这个银冠织毛器呢，可以让他的战矛兵变成帝王战矛的这个数值哦。所以还是比较建议使用银冠哦去做一个战矛的搭配。那接下来看一下维京人，维京人这边是我们的台湾知名高手 Sora Kuma 天空熊哦。天空熊呢，它的玩法很有点像是 Viper 那一种，就是比较偏花样型偏多的。那我现在觉得它的实力哦，有点像是黑蓝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快攻型选手。它的打法也算是也是不一定哦，有时候可以打得很花俏，也是可以打得很谨慎稳健，然后有时候也可以打得很激进哦，然后有时候会打得很有特色。这个是我们天空熊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哦。就是什么样的游戏风格都难不倒他，这是我蛮欣赏天空熊的一个地方。好，那天空熊这边是选择了维京人，维京人最大的特色呢是还有免费的轮轴技术，还有手推测，所以到了封建时代或者是城堡时代，经济上来说都是不会输给对手的，甚至可以说是它是全文明里面经济最好的一个文明。但是相对的，它的后期科技是非常薄弱的，既没有火枪也没有火炮，所以到了后期需要一些机动单位的时候，也只能使用自己的肉马或是骑士去解决后方的工程器单位。但是他的马呢也是比较弱的，没有品种也没有三级马铠，所以他的玩法会比较偏向于步兵跟工兵的部分。那工兵部分的话，由于没有拇指环的关系哦，也算是堪用，但是还好有这个维京狂战士班哦，可以让他的工兵多加一攻的关系，所以到了后期哦，可以视情况再去转工兵来用，也是可以考虑的。好，那我们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地图。那地图的部分呢，中间是有大量的牧区哦。这个右边这个灰色石头路呢，是不能盖任何建筑物的，所以就意味着玩家们在这张地图上的防守跟进攻是显为特别重要的一张地图，有点算是考验选手们的观念了，到底是要大围还是小围？小围的话就是直接围在这个圈圈里面就好了，那大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样围过来围到底。那你这样围到这一边的话，另外一边可能就会有空洞，但是也有可能对方也可以从这边直接走过来，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看到天空熊这边很早就开始挖黄金咯，这个配置挺特别的，通常是要打棒棒转装甲才会这样打，因为如果是打小弓的话，通常会拉3到4寸或者直接去挖金矿出小弓。那如果是单人挖黄金，就是这么早的情况下，通常都是棒棒转装甲步兵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做法。好，我们先稍微加速一下下，看一下两边的封建时代的选择。好，那维京人这边是果然打出了民兵开局方式哦。那民兵开局方式最大的特点哦，就是它可以搭配装甲塔去做一个前压，这也是以前 Chip 最爱用这个招式哦。但现在来说，这个招式被黑拉屏蔽为最烂的前压招式吧，就是开局方式来说，这个是效益最差的。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对黑拉来说，他们那个等级来说确实是最差没错，但是对我们这种可能1500分1600分的玩家来用的话，可能还是可以打到点东西的哦。甚至在一些白银联赛来说，装甲塔这个战术还是可以给到对方一定的伤害力的。
好，那来看到这边，克劳德这边就是直接打出了自己的工兵，好，两只老鹰，好，三只棒棒可能要抓掉一只村民喽。这边再继续用自己的刺猴去卡位，现在所有的单位在攻击刺猴，刺猴打掉了一只村民，但刺猴自身也是葬送下去了。维京人这边没有转成装甲步兵，而是选择了工兵开局，好，开始转工兵，然后囤了一些毛兵。好，这边还是硬转了装甲，虽然这边民兵的血量已经很残了。当然，这边维京人由于有这个血量 20% 的加成关系哦，这个就是维京人的天生血量优势哦。升到装甲步兵之后会更有感哦。看这边待会要不要再补一些装甲步兵哦。但如果要补装甲的话，这边农田要先撒一些些哦。但目前来说也不用马上就撒，因为他这边的水牛其实数量还蛮多的、哦。刚刚看到至少快要10只了，可以吃一阵子。那确实有这样的天然资源量来说的话，打装甲步兵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哦。好，天空从这边点下了一级射，两边都是差不多时间点一级射，顶尖选手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哦。好，两边没有要继续碰撞了。那目前看到 Cloud 这边是选择大围哦，开始把所有的房子往左边围。好，补下了四级，更多房子。农田部分没有先爆撒，而是先选择了开了吃了果子。好，吃完水牛之后才开始撒出了农田。那天空熊这时候把所有的单位拉回家里，来看一下天空熊要怎么防守这一波老鹰配工兵的搭配。好，这边第一时间让毛兵出来打倒后方的工兵，工兵第一时间被集火，被收掉了一只两只。装甲步兵现在还来不及过来可以帮忙，但是工兵数量越来越少，等工兵数量一少，装甲步兵就可以出来解决一下。但克劳德走之前哦，还是先把装甲步兵给射掉了，让自己的所有老鹰可以尽情的输出。好，那这边装甲步兵就要继续按了、哦。之前我的频道也一直讲到要怎么对付老鹰哦，这个方式就是按装甲步兵哦，但这个只能扛住正面哦，如果你要主动选的话，就要转这个骑士哦，或者是肉马哦，去打会比较好。不然这个装甲步兵哦，虽然打得赢老鹰，但是追不到对手，也算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打法。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要扛正面的话，装甲步兵是首选的。好，那这边稍微加速一下，两边应该就这样子，不会打太多东西。天空熊这边开始把自己的农田给撒了出来，阿兹特克这边则是转出了一级锻造技术。让自己的老鹰哦可以多增加一攻的伤害，变成五攻，跟刺猴一样。但装甲步兵这边的天生攻击力哦是六攻哦，所以是比这个肉马还要再多一攻的伤害了。这也算是西帝国里面哦封建时代里最攻击力最高的单位哦，就是装甲步兵了。好，这边工兵再次出来直接攻击后方的工兵。工兵第一时间直接被前后的毛兵包夹，但是毛兵第一时间也被老鹰给戳掉两只，装甲步兵过来直接硬截，截得还不错。哇，这只毛兵做到了很多事情，继续输出。这时候维京人已经点下了城堡时代，果然是维京人哦，经济非常的好。好，这边好像有靠市集买卖一下哦。那这边挖黄金的数量有点多，九个人。好，那就要来看天空虫这边待会城堡时代会不会继续打步兵啊，还是要转工兵啊？因为他这个黄金量其实打工兵也是可以的，待会再补到11人或13人，会让自己出工兵更稳定一点。但目前这个情况看起来是要打步兵啊，因为他在升级步兵的防御技术了。好，这边毛兵攻击。好，毛兵第一时间回头硬打。哇，这边克劳德大获全胜，剩下的工兵解决掉了剩下的装甲步兵还有毛兵。好，但这边一升到城堡时代，天空手也没有打算下马就出骑士了，去第一时间反制。这边应该是顾虑到对方是阿兹特克人，城堡时代转僧侣的话是对他有优势的。所以这边维京人不转骑士也是情有可原，算是能理解的一个做法。好，那这边是决定要直接上长剑兵，
长剑 B Meta 真的料来了吗？好，那长剑 B 一样遇到对方的工兵还是有点害怕。好，升好长剑兵之后就直接上去硬砍就对了，因为长剑兵升级之后二防也好了。好，可能继续追逐。好，哎，这边是取消二防吗？他刚刚不是点了吗？哦，取消掉了，取消掉了二防，按了更多的装甲步兵，想要第一时间量产这个长剑兵出来。好，那克劳德这边则是点下了城堡赛之后补下了工兵的铠甲，看来是要来打这个奴兵的。那打这个奴兵确实很适合现在遇到维京人出长剑兵的状况。老鹰的部分可能就稍微出一些哦，去偶尔可以抓一下对方的毛兵。好，这边维京也补下软甲技术，远防变成三点。这边最好是再等一下二防好再出门会比较好。那他现在这里没有第二级防御哦，被工兵射到还是会很痛。好，维京这边转出了两台弩炮。这时候克劳德点下了二级伐木，天空熊这里一级弩也没有点，二级伐木也没有点，就是靠自己的免费手推车的经济优势哦，展开了自己的经济效益。然后我觉得经济效益还说差了一点，本来是要点个二级伐木会比较稳定一点，一级弩有没有点就算了，二级木的话是一定要点的。虽然我觉得一级弩点一下还是比较好，但是这个有点看情况，因为毕竟维京人现在是打步兵战状况，点一技能会浪费太多的肉类。好，这边第一时间用弩炮去攻击后方的工兵，但老鹰第一时间也是收掉了第一台弩炮。这边工兵一过来就是对着村民大爆射一波，但还好这里没有弹道血的关系，这边村民可以得以逃跑，只是损失了两只村民而已。目前两边村民数都是2-2，但是村民差距已经打出来了。像目前是克劳德41村对上维京人46村，天空熊这边有少量的长剑兵已经突击到了克劳德家里。哇，这边地上怎么都是尸体啊！哇，天空熊这边双线打得很好，克劳德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家里着火，损失了非常多的村民。好，那村民差距已经被打出来，目前差距8村，弩炮也有稍微再继续按。好，这边长剑兵再一次抓到了村民，改城中线村民该来得及盖好。好，这边可能再损失个1村就差不多了。这里也说长剑兵要走了。哇，你看这个有软甲技术的长剑兵变得很耐抗剑矢。现在弩兵射一下只有3滴血，7打4。哎，是啊，对，3滴而已。OK， 那目前阿兹特克这边是双射箭场，还在继续出工兵的部分。好，这里第一时间长剑兵直接开打。应该可以拆掉这个军营。好，这边弩兵数量开始变多了，拉打一下还是可以轻松解决掉。好，但数量有点过多，有点害怕。好，后面有两台弩炮过来继续支援。哇，天空熊用这两坨兵疯狂骚扰。后面还有长剑兵继续在干扰当中，这边弩炮被射掉了1台。好，弩炮也稍微做拉打。哇，天空熊的木头有点爆炸哦，开下第3栋城镇中心，3TC 开农。OK， 甩弩炮甩到最后一刻，最后还收掉了一只弩兵，还不错。好，这边再补了一些弩炮出来。好，这边开始按冲车哦。这个冲车难道是要让这些长剑兵上车，让他得加步吗？好，后
面有三只奴兵直接在后方骚扰到了后方的村民，射掉了一村，但后面还是有奴炮在继续追逐当中。哇，又打掉了一只。哇，这里终于补下了一级农。现在二级伐木有点难点了。 OK， 终于找到所有的奴兵。好，这边奴兵一过来就被两只奴炮直接串烧，被打退了回去。好的，这边直接硬 A 过来有点危险，后面结果直接被长剑兵被断后，有些奴兵直接被打爆，上方长剑兵直接再一次屠戮。这边双线打得非常漂亮，这边长剑兵是往前，这边投石车想要预判，但上方的长剑兵已经把上方金矿的村民给逼了回去。好，这边弩炮再次射爆了这边弩兵，这边直接让长剑兵上车，里面冲车装了六只长剑兵，但弩炮有点打不太赢投石车，这边顶一下 ，nice， 冲车顶投石车只需要一下而已。好，铁木熊这边长剑兵做到非常多的事情，又砍到非常多村，村民差距已经快要来到了20村哦，61对79村。好，这边再把所有的长剑兵装载上车，继续途径。那最近哦，今年的改版哦，世纪帝国的冲车哦，本来只能装4个人，现在改成6个人了，让这个步兵 meta 能够越来越多，能有效利用这个能力哦，去打出其他的战术来。这是世纪帝国一个蛮大的变动哦，冲车装载变多了，步兵再上车就会变得更有效果。因为弩炮穿烧掉非常多的弩兵，好，冲车直接顶到城镇中心，里面长剑兵直接下车开打，但这边村民一打爆这边冲车之后，就把村民收了进去，开始对长剑兵输出。好，但第二台冲车也过来了，好，开始继续顶，但现在克劳德没有投石车，要赶快按一台。好，这边村民一出来的话就可以放自己长剑兵出来打架，但现在天空熊有点太忙，现在在控这些兵。好，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把这个长剑兵放出来，但冲车一爆了，里面的长剑兵哦也会出来继续帮打。 OK， 长剑兵这边做到非常多事情，这里爆砍一波，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村民差距已经被打出了快要25村。哇，这边奴兵有点溃不成军哦，只剩下少量的奴兵，三只奴兵在家里防守。克劳德这边看起来有点扛不太住天空熊这招长剑兵配冲车打法，这个打法有点可能，这个真的是不好扛啊，一定要有大量的这个投石车哦，也不用大量啊，大概2到3台、就可以扛得住，因为冲车其实蛮害怕投石车这个单位的。啊，由于刚刚天空熊一直在闹这边黄金的关系哦，没有办法让它正常的运转黄金矿哦，所以现在有点缺金，甚至连奴兵快按不出来哦，只能按出一台投石车。好，天空熊这边拉了更多村民过来，可能是要来盖城堡。好，这边先用冲车跟龙炮先去探路一下。OK， 这边有上车的关系，所以冲车跑得非常快速。快要顶到这台投石车了，哇，顶到一下，剩8滴。好，继续追，抗剑士能力太好，再顶一下，完美，顶掉之后再把里面长剑兵自己出来自由开火，直接去农地里面找村民打。哇，这样一直在控农田，就可以让 Cloud 这边经济很惨，上方只有长剑兵在上方一直在闹，所以上面也没有办法正常的挖掘黄金，让 Cloud 这边没有办法转出正常的黄金兵种来反制哦。Cloud 有点被围巾这一套打法打到不要不要的。好，城堡一出来之后，也可以考虑按些围巾狂战士哦，因为围巾狂战士这个单位呢是跑的速度哦是比长剑兵还要更快一点哦。城堡初期跟帝王初期哦是很难来做使用的，但是帝王后期呢主要还是打这个剑兵勇士哦，主要是因为能吃到软甲的关系，血量来说也比围巾狂战士还要多。这时候天空熊已经点下了帝王时代，两台冲车继续开顶。哦，这里有机会咯，
里面这台投石车在囤数量，不敢放出来，因为这里一放出来可能会被常见兵给收掉。好，天空熊这边还拉两只村民在这边偷修冲车，太贵了吧。好，三只常见兵解决掉投石车之后继续往后走，这一台冲车也快要被天空熊给修了回来。常见兵在农地里面一直开火，好，里面冲车的常见兵全部跑了出来，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再继续装人了。出来的村民直接先暴打一波，上方的农田还是在继续被骚扰当中，左边补了一栋城堡，希望来保住自己的黄金。但这边常见兵数量还在继续骚扰当中，虽然城镇中心被修了回来，但这边已经被骚扰得太惨，村民落后已经将近了大约30村友了。哇，天空熊这波打得太狠了。好，这边也是按了少量的维京狂战士。好，右边这台冲车要不要开顶呢？不顶哦，直接往后走，但他这时候不知道后面有城堡。OK， 这边转了一些暴勇士，有城堡之后，暴勇士就可以稍微抵抗一下维京人这边的步兵战了。但是维京这边已经快要升到帝王时代，可能会来一波帝王劝退哦。好，暴勇士直接拿狼棒开敲，我来很快就敲掉了维京狂战士还有长剑兵，但数量不够多的关系，所以有点扛不太住。后方冲车还在继续突进，看到天空熊升到帝王时代，克劳德这边也随之打出了聚聚。哇，天空熊这一波冲车长剑兵流打得十分漂亮啊，充分利用到了维京的步兵血量加成哦。平常的长剑兵只有60滴血哦，这个血量加成变成72滴。狂战士也是血量也比较多一些些哦，让他这个步兵战哦打得更好的一个身价出来哦。而且他这边不只是打城镇中心哦，连后方城镇中心这边金矿处一直在骚扰的关系，让 Cloud 这边黄金获取没有办法正常获得，所以导致打不出大量的黄金兵种做个反制哦。好，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那经济的部分是有天空熊全部大获全胜哦，这也是维京人最厉害的地方。经济量特好，但是他打到地后会有点尴尬，所以这个维京人确实让天空熊打出他的文明特色出来了。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